Is he going to jump? Oh! Oh my god！ 阿汤哥这搏命一跳啊，更是要出伤了。是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最近忙着拍《不可能的任务六》，他周日在伦敦片场拍高楼间跳跃戏时，单位一直没有抓准，跳楼瞬间变撞楼。这撞壁后的阿汤哥还能自行爬起，但走路时会一拐一拐。腿部应该是有受伤。据最新外电报道，阿汤哥拍摄跳楼特技不止撞墙一次，接连的跳跃都是失败撞壁，伤势可能比预期的还严重。55岁的阿汤哥向来拍动作戏，几乎不用替身，都亲自上阵。2015年拍摄《不可能的任务：失控国度》时，更大胆将肉身挂在1500公尺高、时速400公里飞行的军用运输机旁。当时一共拍摄了8次啊！这卖老命挑战高难度特技，敬业之余也为他捏把冷汗。至于阿汤哥拍摄跳楼戏码撞壁受伤 ，TMZ 向阿汤哥的发言人与派拉蒙影业求证此事，但未获回应。娱乐动新闻，希望阿汤哥一切平安啊！巴达五。